點解當日教國民教育？我就覺得連自己嘅根、自己嘅歷史、國家嘅歷史，你都唔清晰，你只係聽人哋講嗰啲唔啱嘅嘢，咁你就當嗰啲嘢係真。一個知識分子唔應該係咁。我好清楚教佢，我係教佢所有嘅國旗都必須要尊重，國旗係我哋嘅代表，我哋一定要俾佢知，因為背後有歷史，一種尊重。我係即刻去聽，因為佢話聽完先準送，先送啊嘛。我就想去攞一支翻嚟咧，試下喺禮堂嗰度咧係掛，因為始終喺禮堂掛唔會風吹雨打，同埋都可以有我嘅升旗隊。係喎，唔識心地，禮堂啦。我哋嘅校慶啦、畢業典禮啦，或者一啲開學禮啊、慶典嗰啲咧，我哋一定會奏國歌，唱校歌。到而家咧就發展到咧，就係我要佢唔係淨係奏啦，係唱國歌、唱校歌，因為呢個係一個認同嘅，夠相認同。我們萬眾一心。你大家知唔知聽到國歌咧？就係香港紀念日。跟住嗰啲。我成日覺得一個讀咗書嘅人，應該係我仲有好早嗰啲叫做報效國家嗰種咁嘅諗法，好古老嘅，呢啲可能知識分子先有。但我覺得一定要為社會有貢獻，去幫個祖國，即係你唔好第一已經唔好成為祖國嘅負擔，亦都唔好成為社會嘅負擔。同一時間，亦都要你能夠貢獻到自己乜。